自己家门口，那有一个不同的感觉，可以代表国家，把这个活力传递出去，把这个爱心和和平传给全世界，也在这个长城让更多人看见我们中国的文化，把我们希望把中国文化带领出去，让更多人了解中国，来我们中国。我最喜欢的双滑冰，还有跳台，尤其是那个我们那个谷爱凌，希望他们努力为我们拿多点金牌，因为我知道很多项目都是我们中国的第一次。